I'm over my body 的剧。王世坚、王委员，我最喜欢看的乡土剧就是《四天情》，不知道你喜欢看哪一出呢？我没看过，不过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感情的事情嘛。就是指那个绯闻，所以我没办法回答他。我是觉得这个人生会都会有这个历练。水上活动非常多，请问你喜欢哪一种呢？当然是跳海啦，跳海就综合了一切，而且非常的轻松，你跳过就知道。请问王世杰先生，你平常都使用什么电脑输入法呢？哦，很抱歉，我不会用电脑。纸本最实际，最好阅读。有人说你长得很像鬼娃恰吉，你觉得你跟他长得差别在哪里？我比他善良呢，而且我不会杀人。嗨，王世杰你好，请问你内裤穿三角的还是四角的？当然是穿三角的、啊，那个也比较舒服嘛，而且也比较有型嘛、啊。我想问王世杰、王委员，我有去高镇，你要怎么玩高空弹跳啊？我带你去啦，到时候我会推你。因为你是化学硕士，那你可不可以背一下元素周期表给我听听？可以啊，当然没有问题。钠、镁、铝、矽、磷、硫、氯、氩，然后还有再来就是铝、硼、碳、氮、氧、氟、钠。嗨，王世坚，请问你穿袜子先穿左脚还是先穿右脚？不一定哎，到我这个年纪就是说，只要站稳了，看哪一脚比较方便，就先穿哪一脚。王世坚，邓告诉到底是第一创什么？我回家以后最喜欢做就是，看时尚玩家，尤其是那个浩子阿翔主持的，那又有阿松的旁白嘛，我觉得太棒，时尚玩家太棒。今天问题都谈完了，我希望以后还能够挑战更大的问题。